全球约三分之一食物被废弃，同时八亿人在挨饿。商家、用户、吸食，我们多方合力共解社会难题，用魔法打败食物浪费。我们的愿望是每人每袋每城，让天下没有浪费的粮食。Au congrès mondial Smart City Expo 2023, Lona tient le stand du sac magique Sishu. 可能会被丢弃的面包，把它们装在一个盲盒里面，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到店去取，然后可以减少食物浪费。但是因为确实不知道当天会剩什么，所以我们会做成这样盲盒的一个形式，其实也增加了趣味性。Diplômée du département des sciences de l'université d'Oxford en 2016.Lona fait partie de la communauté des jeunes leaders mondiaux du Forum économique mondial, se concentrant sur l'économie circulaire et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这整体可持续发展里面，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最关注还是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式。Xu Weihao, né dans les années 1980, est le fondateur du sac magique Sishu, littéralement chérir la nourriture.Première société chinoise visant à réduire le gaspillage alimentaire. 最开始的话，第一年我们完全是公益的方式在做。那我觉得它的核心的这个目标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让商家的这个余量的食物能够被拯救掉。第二个的话，它要解决自身可持续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之前开玩笑说，我们不能去解决一个可持续的事情，然后公司是不可持续的，这个就太吊诡了。就是那个 VI 的那个事儿。Après avoir appris le travail de l'équipe de Weihao.Lona a rejoint la société en tant que partenaire sans hésitation, espérant apporter de nouvelles idées pour sauver les surplus alimentaires. Weihao, 他负责就是 to B, 就是和商家。那我可能就更多是 to C, 和消费者这边打交道，然后如何让大家了解和知道这个吸食的理念。我们是在这个方向上不一样的去打配合。Ils se sont tout de suite bien entendus, impatients qu'ils étaient de lancer une révolution intégrant la tradition et l'innovation pour faire évoluer la société. Avant de rejoindre l'équipe, Lona aimait créer des illustrations liées à l'environnement et a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un langage qu'elle trouve plus adapté aux jeunes.加入之后做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做这个品牌的升级，这个袋子设计。和这个魔法这个词可能也可以有一些玩法，比如说我们在做就可以叫吸食魔法布，对，就有点这个办公室的感觉。然后用户是不是可以叫吸食魔法师？因为大家就像魔法师一样，可以把它带回家嘛。然后用魔法去打败食物浪费，减少食物浪费其实是一个优良传统，只是有不同的讲故事的方式面对不同的受众，但内核其实是一样的。当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去自发的去做这件事情。在品牌传播调性的这一块我更相信我的团队他们所做的决策，我不会这个以我的审美和判断来要求大家的。答案是至少需要25年，因为它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分解啊等等，产生食物浪费的同时呢，我们会产生非常多的温室气体，造成我们现在这个气候变化也会导致海平面上升高呀，一些生物多样性锐减啊等等这些问题。Selon Lona, le sac magique ne résout pas seulement le problème du gaspillage alimentaire, mais est également une réponse à une question internationale préoccupant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C'est pourquoi elle a lancé l'initiative Économiser 1%. Lona collabore également avec des communautés et des organisations durables pour diffuser ses idées.上个周末我们是和绿色潇湘，就是和校园做了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在学校里面鼓励大家用空瓶
去换面包。西式魔法袋不仅是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平台一个解决方案，它现在也更像一个社群，聚集了一些有同样社会理念的人，大家都很关注减少食物浪费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员工叫惠子，然后他其实是最开始是西食的用户，我是面试他的第一个人啊。然后他就会非常热情的给我们讲他为什么买这么多单，他为什么想加入这个平台，他有什么想法。我以前在芬兰生活了13年，所有的生活方式对于生活的态度都是做减法的。而且我觉得一起来做拯救食物的英雄这件事情特别光荣，它不是我的工作，它是我的事业，它配得上所有用于颂扬事业的那些美好的词汇，比如说匠心精神，比如说坚持、执着、热爱、温暖、力量、给予。我们这个团队靠什么样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如果是仅仅是商业的话，我们这些同事的话，包括我在内，其实都会有更好的或者是更高的这种 ROI 的这个选择啊。所以我们现在团队里的这些人都是对于这件事情抱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我们是在2021年的4月份，第一批加入了西食魔法袋合作平台。现烤面包在打烊之后会统一回收至工厂做报废统一处理。在和西食魔法袋合作之后，我们累计减少了粮食余量的浪费达28万。现在西食在21个省、40多个城市落地，我们现在跟5000多家门店。2年多下来的话，累计拯救了2600多吨的食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话，又有6000多吨。Dans le futur, le sac magique Siche a pour but d'élargir sa gamme de produits afin de sauver davantage de denrées alimentaires. 我们的商业模式不是为了把我们做这个量做得多大，社会企业的话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它的最大的理想是消灭自己，能够有一天不再存在。